这个玩家应该是跟我一组的，这是对面的球队实力，4558 ，My Club 983分，葡萄牙李斯饼玩家，黑牌手，这是我的球队实力啊，3984。看一下状态啊，状态，替补状态还都还行。门将纳瓦斯换下奥布拉克，总裁上跟劳塔罗搭档锋线，除了中场的维纳尔杜姆之外，剩下状态都挺好的。趁机喝口水，对面开球啊，哇，直接GG！ 我的中卫在干什么？这太容……哎，这怎么拿不到球？有点滑。啊，给的轻了。哇，这丢球丢的太快了！呦，这边萨拉赫中路，呦！这刚，我操！五分钟丢两个，我可以放弃了。我觉得不 ，never give up。哎，咻！哇，这个，哦，玩火。对面总裁跑位太风骚了，出来克鲁斯，断下，让他射 ，OK 往前，好，哎呦，漂亮，单刀稳了，过他。我就多余说那句稳了，能拿下来吗？高麦斯，啊，这一声惨叫，比生孩子还痛苦。啊，还有啊，叮，克罗斯扛不过，那是谁？怎么就怂了呢？哎，也没过去。防守！对面这个直塞非常危险。哎，好，干扰一下，但是没彻底端下来。哇！
比尼奥通过兵将夺回了球权。OK， 啊，貌似越位啊！啊，给这么轻怎么？没吃饭还是咋的？啊，这下越位了。反正这个玩家不太像葡萄牙的，有点像巴西的。明明是排名赛模式，踢起来就跟 match day 一样。又要射了，球员脚下跟抹了油一样。哎，这个视角我都看不清他哪个光标。往中路顶，解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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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去玩火啊！这，哇，这传球都好有危险！哇，总裁看不下去了，来吧，还是我亲自来回防吧，你们都不行，一个个蔫了吧唧的。总裁在就是有精神属性的一个加成。哎，谁犯规了？对面犯规了。C 罗背对球门造不成什么威胁，只能选择传球。如果能够一直对不面对球门，也没什么威胁了。防守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哎，我想抹一下，怎么没抹成功啊？直接射了还行。哎，这传的什么玩意儿？这是。哎呦！哇，差一点。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。你们想限制住他？哦，中路克罗斯。德弗莱开场那个丢球真的是被打身后打得太轻松了，算如梦方醒，德弗莱。好，继续往前，克罗斯。球在老塔罗马丁内斯脚下，转到左边，戈麦斯。总裁拉边，连续。好，蹲下，老塔罗 ，nice。锋线俩人都开张了，不行，这上半场总体来说踢的有点梦游。哟，这个突破，哇，中路中路，积极，解围先，啊，各种心跳。太梦游了，而且好几个传球也不到位。总裁，哎，老塔罗还是在梦游状态。哇，突破太犀利！中路，吉吉，吉吉。感谢科勒梅啊！感谢科勒梅。哎，这不是头铁，这球传的。总裁几次想到，哦，空档，完了！啊，幸亏射前干扰他一下，没能让他及时的射出来。哎，没过去，过去就危险，哎呦，
直塞了。纳杜强，好，端下朗格莱，漂亮。中路，他中路施压不是特别猛，库能还是挺大的。哎，着急了，哇，就跟溜冰一样，抹了油一样。哇，总裁没护住球。哦，啊，幸亏这停球停的还可以，经常就停，就停到对面脚下去了。好，干扰，来，连续撞墙，继续往前，总裁射门，咻，没开二度啊。我，啊，对面这个总裁比我们的这个总裁妖娆多了。哎，这传球怎么不到位啊？都，嗯。哦，就怕这。这就是停到对方脚下了。哇！哎！哎！塞错了，塞错了，没犯规啊！先换个人吧。老马上来啊，老马上来打个影锋，来打个战术，来老马磨一下，试问守住啊，很容易就又被扳平了。内切拉他了，哦，不让他射 ，yes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不要让对方射出来。好，往前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。好，老马冲冲冲，护住球先。哎，这下出球慢了。回防回防回防，边路中卫向往回搜收缩。哇，这个考验腰的时候，小贝漂亮，有了。关键是小贝这一脚。老马冲冲冲冲，被断了。中路，
把最后一点不时耗光，好，结束。Скажем вместе, сука, блять!